都是圆脸儿，小时候，反正就是这块儿有点圆。我上次不给你们看过小时候照片吗？婴儿肥吧。力量感都累，就是要是跳轻柔一点的就行，就不怎么累。就是比较起来啊，就打个比方，咱平时要是跳一些什么，女儿情呀，就这种类型的女儿情啊，什么美人吟啊，什么这种，就是轻柔一点的，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累。就是节奏越是快的，然后越是那个什么的，就累累，累累。看你多好，就是你多体谅我，是不是？给我点了一个这个旅途。不过我没找着那个就是完整版的，我回来找一找。反正咱们后面有的是时间，是吧？我看我后天、明天不播啊，先跟家人们说一下，明天那个什么家里来人，跟亲戚这个聚餐餐，然后后天吧，后天到时候我装扮一下。好吧，今天算是属于什么？今天算什么都能跳一跳。美人吟，对，这种美人吟啊，这种类型曲子，什么什么烟雨江南啊，什么还有什么，就是这种风格的，就都比较轻柔一些的，这种就是不怎么累。翩翩相思赋予谁？跳个五首，感觉顶不上这种激烈的跳一首。谢谢我们家人们的灯牌，我们点点赞吧，朋友们一起刷刷屏。咱们现在是5.95，咱的赞呢有点少，我们一起点一点，咱们冲冲8万赞。兜兜兜兜，便携的氧气瓶儿，挂腰上是吧？欢迎我们随便哥哥，晚上好呀，嘿嘿哟。嘿嘿哟，点点赞，对，咱们家人们点点赞，一起刷刷屏，冲冲赞赞！感谢伟伟，谢谢伟伟的小心心，谢谢送我的小心心。谢我们随便哥哥，感谢我们随便哥哥的小灯牌之谜。跳舞哎，其实也有时候也会稍微就是偷一会儿，歇一会儿，偷偷的歇，偷偷的歇。有机会可以挑战一下水下的，你说那种水下的那种，有点类似于那种什么美人鱼的那种，是不是？就是那叫什么，有点潜水了呗，是吧？有点潜水那意思，下辈子吧。没有没有，不是，没有逗着玩儿。可以啊，我以前拍照的时候，欢迎我们709哥哥。你们知道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就不是有之前做兼职模特嘛，然后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就是拍水下的那种美人鱼的那种水下的那种就是样片照片，好几次。反正我记得印象中啊，光我推掉的，就是三次，就是拍摄这个档期就推了三次，就光我记得的，就都是有水下的。他要求憋能，一个是能憋气，再有一个是水里头能睁眼。咱那会儿还不会游泳了，现在咱还能凑合的，咱现在还能稍微凑合的扑棱扑棱。咱现在还能在水上凑合扑棱扑棱，睁眼可能是睁不开，反正当时就是因为不会游泳，当时因为不会游泳，也不会那个什么潜水，然后就推掉了，然后就前前就磨飞了，就飞了。看我肺活量不够，挺难的。其实我肺活量还行哎，就是比就是正常的要多一点，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得练吧。狗刨式，咱会蛙泳，咱会一丢丢的蛙泳。感谢秦松，谢谢加团。
咱会那么一丢丢的鸭，那个不是鸭泳，是蛙泳。科普一下行吗？不知道，反正当时人家问我说你要来那个拍一下，我说不会游泳呀，就那会儿不会游泳啊，我说不会游泳呀。然后他说不会游泳也没事，他说你能憋气，然后你在水下能睁眼就行。他说最近挺火的这种类型的，有点那会儿有点恐水，然后就没有去一层。也许现在的话可以试试呢。感谢常人哥，谢谢常人哥，你最好看。咱们点点赞，我们冲冲报万赞，又被发现了。那怎么的？那咋的？那我下回就是说，刚刚有一个大黑耗子飞过去了，是谁？是谁？是谁？哦，是709哥哥，是吗？旱鸭子，那会儿是旱鸭子，那会儿是。小时候好像那会儿小时候会游过，就我爸妈带我，记得带我游，后来中间有好长一段时间就不会了，就不游了。但是后来恢复好像还可以游一游，但是游不了太久，游不了太久，游时间久一点，一会儿累了，胳膊就是酸了，技术不太行啦，只能算，我游泳只能算叫扑棱，扑棱扑棱。点点赞哦，咱们现在是6.37万赞，我们冲一冲5万赞，朋友们，咱们一起点一点哟。三四哥哥，你有没有什么想点的呀？有没有你喜欢的？也可以跟猴猴说哈，别不好意思，好呗，好吗？好的，好吗 ？OK。感谢木安哥哥的溜一下，谢谢。玩一把去，歇一小会儿，一会儿给你们跳。噔噔噔噔噔噔。找谁玩下呢？玩耍一下，感谢谢谢灯牌，点点赞，朋友们抽抽屏，咱们冲冲赞赞了。狂人哥，你喜欢看哪种类型的舞蹈呀？古典的、当代的、民族的，不知道你喜欢的哪一种？你喜欢看哪一种呀？我觉得现在我放的这种小提琴的这种也挺好听的，其实不知道大家啊，就个人如果给我重新选择一次的机会，我可能想学个乐器。想学个乐器，学个小提、中提、大提都行。小提琴吧，大提声音有一点沉重感觉。学个小提琴、钢琴也行，学个钢琴也行。但是算手指还算比较长，其实可以是吧？要学一下就好了。不信？那你信我会学什么？弹棉花，一边跳一边来回去这样。会什么？弹棉花吗？你相信我会去到时候学一个什么乐器？学个弹棉花。猴猴不应该是去养小熊猫吗？那是想就是理想职业，就是如果说非要学个艺术的话，我可能会学一个就是乐器吧。乐器直播的话没那么累。欢迎秋金九哥哥，晚上好。乐器的话没有那么累。跳舞这个专业点的话，不专业没啥劲，专业点的话忒累。但是咱理想的职业，它当然是养小熊猫，想养小老虎，养小老虎。欢迎彩哥，晚上好，好久不见哟，怎么没人跟我玩呢？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呀？
猴子弹钢琴哈，猴子小猴摘瓜，小猴水里捞月，这小猴这都比较擅长，小猴大闹天宫都行，都我都能来，我都可以，我都可以来一下哟。这么回事儿，小脑斧不好养，稍微大一点就不好玩了，就玩小的，给它盘秃，让每一只小老虎就是是吧，经过猴猴的手一发现，哎，这块都没。接个麦。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呀，玩一把我们。好呀，我们玩啥？哎，我就十分钟的那个是。对你发来的就是十分钟文啊，打榜打不了了，人有点少今天。那就总那总榜嘛，那重连一下，十分钟就是九。我给你发，我是五分钟。对对对，我发。好的，行，那闭会儿麦了，谁输谁来哈。好的，闭麦了。嗯。怎么又是十分钟呢？记录一下，等会儿我给我自己提个醒儿，一会儿挂了之后改一下时间。十分钟五改时间。感谢玉帝哥，谢谢孙猴的千纸鹤。玩一把，玩一把。奶豆现在不让撸了，我有刷到过那个小脑斧的视频哎。你看五分钟，对，这是他发起的，我这儿的是十分钟的。问你是否经得起咬？经得起，可以咬我一小下。感谢记录，谢谢，谢谢灯牌。我们能点赞的朋友，咱们可以点点赞；能助力的朋友，我们也可以助助力。朋友们，感谢我们幺六四哥哥的蜡舞灯牌儿，感谢关注，冲冲赞赞哦，朋友们，咱们冲冲屏，我们冲冲八万赞。能助力的朋友们可以助助力，咱们开播头一局哟。感谢我们如是阁，谢谢一静，感谢娱乐。我想去动物园当饲养员。小脑斧和脑斧，我感觉人工养殖出来的脑斧都傻乎乎的。那不就是大猫吗？谢我们琴声哥哥，感谢我们琴声哥哥的大花炮，谢我们琴声哥哥的炮。花泡泡，谢谢娱乐哥哥的小心心，感谢林中湖哥哥，我们可以震震榜哦，朋友们，咱们能助力的朋友们可以一起助助力，能点赞的朋友们可以点点赞，没有亮灯牌的朋友咱们亮亮灯牌。我不怕别人孙悦，我孙悦以前养大象的，我要是饲养员，我就把小动物我都给他养成小猪。我都把它养成小猪，让小动物从此以后，小动物大动物以后，从此以后不会变成那种瘦瘦的那种不存在的。虎爪会刷新认知，估计像我这种体重九十来斤，估计一巴掌给我推倒了。谢我们如是哥，感谢我们如是哥哥的蜡舞灯牌，谢谢我们如是哥哥，贝塞塞。谢谢阳光，感谢阳光的玫瑰花花，谢谢阳光哥。咱们有小心心的朋友们也可以小心心震震榜，咱们可以助助力。哦，我今天好像忘改那个什么了，我今天忘记改那个心愿任务了。感谢我们幸存者哥哥。谢我们幸存者哥哥的多喝热水。好像是有点累，就跳完舞感觉那个腿在那儿就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姿势啊，就是这样坐着这个姿势，感觉他又在有点抖。怎么回事儿？我的狗腿子还有一点抖。
面可是对面是三连胜，朋友们，我们一会儿如果能守塔的朋友们可以守一守。我咋了？我没咋，我就刚刚连跳几个激烈的，有点累，没有吧？没有吧？不知道呀，我就没去哪儿呀，还有二十秒钟，有点。刚刚连跳了好几个，什么向王行呀，什么星空呀，什么都是剧烈的那种。感谢我们三四哥哥，谢谢我们三四哥哥的新春花火 PC。咱们还有十秒钟，我们一起守一守哦，家人们，咱们最后十秒钟了，守守塔子。感谢我们玉帝哥，谢谢我们709哥哥，感谢我们手机哥，谢谢我们随便哥哥。咱们有掉了的是不是？哎，你们听到又有人放花了吗？你不要吓我，你不要吓我，我好想没有，我就只是觉得最近有点累。感谢我们玉帝哥，谢我们玉帝哥的大迪迪 BC， 谢谢。感谢我们三四哥哥，谢谢我们三四哥，感谢我们秦生哥哥，谢谢我们709哥哥，感谢我们如是哥，谢谢我们手奇哥，谢谢我们幸存者哥哥，感谢164哥哥，谢谢 MY 哥哥，感谢娱乐哥，谢谢我们助力的家人们 BC， 谢谢我们随便哥哥掉了的烟花。随便哥，你们那儿能放烟花吗？警察不太管，警察不管吧，不怎么管，说是不让放，但是放了好像没事儿。嗨嗨，开麦了，有什么想听的曲儿呢？嗯，都行，你开始来吧，你专业都行，啥都好听。好，那我来个星月神话吧，我来个星月神话。再玩，好的，拜拜。好嘞，拜拜，玩开心，拜拜，拜拜。好嘞，欢迎我们旭东哥，晚上好呀。哎，等会儿啊，咋了？怎么了？怎么嘞？有啥想看的没？有没有想点的、喜欢的朋友们？我怎么还没有睡呀、啊？我每天不都这点直播吗？我得上班呀、啊，我得干活呀、啊。我是上夜班的。
也不是，我上的是晚班，我上的是晚班，我上晚班的。与灵魂共舞。好的。哦，等会儿啊，我想起来了，我先把那个改一下时间。养精蓄锐，咱们不是一直这点儿工作的吗？今天流量没有前些日子好了，是吧？但是好像也比之前一段时间好了。这个吗？谢谢哥布，感谢一抹风情。坏人又上班了，坏人上什么班啊？真是的。坏人老没人上啥班儿？那样的坏人就不如让他回家。好，就我看峰值一百多人那会儿。正能量主播粉丝少，粉丝也不少。欢迎老蛤蟆哥哥，也不少。就是有的朋友，我们家有的朋友收不到我的开播提示，这一方面。再有一个，有时候进直播间，分线流了，进不来新人。是这歌吧？上坏了，白色披肩，什么披肩？白的衬衣，说的是吧？那别穿裙子了。心动，这个舞动心扉，你都从来不帮猴猴点点赞，你不加团也没有关系，你也没有帮我点过一个赞。我穿裤子。穿现代，我就想穿，就是一些长裤。然后什么彻底，感谢284的玫瑰花花。调皮的以为有。不穿那种衣服，我不穿皮草。哎，等会儿啊，碰到了。How do I love? How do I love?
lost again. I stay up all night, tell myself I'm say your last goodbye. I gotta move on, but it hurts to try. How do I love again? How do I trust again? I stay up all night, tell myself I'm again. I stay up all night, tell myself I'm alright. Baby, you're just harder to see than most. I put the record on, wait till I hear your song. Every dancing with your稍等片刻，真是的。哎，我回来等人家上班了，我还得找他那个调试的。没卡，他那个直播软件闪退了，所以没有画面了。直播软件一升级它就闪退了，好大的脸。还可以更大哟，感谢我们玉帝哥哥的爱你。等会儿啊，
们，我也你们知道有小孩他们就是怎么说呢，对那个孤勇者这首歌然后就感觉好像有那个密码似的，跟他对暗号那种感是什么。今天这个和亲一下的就管我叫小姨，然后我姐姐说他那个什么，说他的儿子最爱唱孤勇者，然后我就跟他对了一下暗号，然后他就很激动，我说爱你，然后他愣了一下，不归的模样，然后他很激动。好的，我之前有刷视频刷到，就是那小学生还有幼儿园那小他那个姐姐家的那个是上幼儿园的小孩啊。我发现这歌有什么魔力吗？为什么？是为什么？是这个不听一听啊？感谢天海之蓝，谢谢优惠二八四，感谢月中月，这么形象真的。我不是他姐姐说，我姐姐说他会唱，然后把我就想起网上那个视频了。网上视频之前刷到就是有小孩儿。哎，我先接个麦、哦。是这个。好，猴猴。Hello， 好久不见了。你等我一下，我把音乐。嗯。是舞蹈主播吗？对，是舞蹈主播。对，是的。嗯 ，OK。千英老师好像第一次连哈。我说你听你说话。对，我们第一次连。嗯，有点小是吗？好，好要不猴猴找一个吧。行。猴猴带我们认识一下。我俩一下。我看了，我们都一起找一找，看看谁先找着了。好的，好的。嗯，你们也可以得认识一下新朋友。嗯嗯，是的，是的。我这一瞅两个熟人啊！感谢刘苏哥 ，Hello Hello， 小美女，猴儿，这是新朋友，这个是唐千一，你好，你好。对对对，得互相点点关注。对，好，点关注。OK， 好。好，那我们可以。哎呀，恭喜玉猫，玉猫升级了，升级到八级了。一个唱歌的，一个小提琴，一个跳舞的，一个手风琴，两个乐器，嗯，全齐了。怎么玩？一二防三四吧，一二可以休息。好啊，一二法三四哈，对，就是一二休息哈，嗯，对对对，第一次认识，我们大家都展示一下也行，哦，我觉得，要不然我们我都认识，你们都对，都行，好，四三二一呗，可以，好，嗯，可以，好，我们就友谊一下，四三二一，好嘞，好嘞，嗯，好，那一会儿见，嗯，一会儿见，好的，嗯。问一下，人家找我，一会儿我们跳一下那个 Tell Me Why， 他都认识我，我不认识这个，这是什么琴？手风琴吗？是不是？是手风琴，我不认识手风琴，另外两个认识。感谢我们影音哥，谢谢我们影音哥，感谢我们玉帝哥哥的亲吻，手风琴。感谢谢谢谢谢谢谢幺八的灯牌，感谢回家吃饭的灯牌。我们真人宝朋友们，咱们能助力的朋友们可以一起助助力。啊，牛叉是吗？头围脸，我一看正好小米来找我，所以好久好久没连过了，那就玩一下。感谢我们164哥哥黄桃罐头，我们真正宝朋友们，咱们能助力的朋友们可以助力。琴声哥，感谢我们琴声哥的浪漫花火，谢谢我们琴声哥哥，不行，谢我们随便哥哥，感谢我们随便哥哥的辣舞大灯牌子，
众筹的朋友，咱们可以众筹一下。希望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输太惨。希望咱们不要输太惨。感谢我们，谢我们的玉帝哥的小心心，感谢我们 MY 哥哥，谢我们 MY 哥哥的大啤酒。欢迎鱼哥，晚上好。感谢我们随便哥哥的大迪迪，谢我们随便哥哥。山泥，谢我们随便哥哥，感谢我们随便哥哥送来的宝迪迪。我是火猴猴，我是火猴猴，谢谢送来的宝迪迪。谢我们玉帝哥哥的小心心，谢谢，感谢我们林哥的爱你哟，爱你哟，么么哒。我是不是我要跳舞的话，因为我还是穿裙子跳吧，是不是？谢我们琴声哥哥，感谢我们琴声哥哥的新年许愿灯，感谢我们琴声哥哥。咱们还有30秒钟，咱们能守塔的朋友们一起守一守。希望我们不要输太惨。最后10来秒钟了，我们一起守一守啊，朋友们，咱们一起守一下，一起守一下，一起守一守塔塔了，最后几秒钟，守塔塔了，家人们。谁造 CC？ 谢谢谢谢，感谢我们，谢我们琴声哥，感谢我们琴声哥哥，谢谢，谢我们随便哥哥，感谢，谢谢我们玉帝哥，谢谢我们手奇哥，谢谢，感谢我们164哥哥，谢谢我们林哥，感谢我们159哥哥，谢谢亮子哥，感谢影音哥，谢谢雪山哥，谢谢咱们助力的家人们。公屏上咱们走一波，感谢输塔高手，都这么厉害，没事，咱们也挺厉害的呗。别输太惨就好，是不是？等我一下哦，稍等一下，看下裙子。公屏上我们走一波，感谢。嗨嗨哟，能开麦了吗？我要不要跟猴合作一下，时间节约一下的？可以、啊。怎么样，猴？我新学了一首歌。好呀。来，我4321来。古风的。啊，那正好我们俩先来。嗯，好。阿尔山，好不好？好，行。那我们来一半。哎呦，等一下会儿、哦、我好，我等一会儿。嗯，我调一下。好了，来吧。好了是吧？好。感谢虎哥续费我的月度会员。我带你去个地方，那里鸟语花香，四季泉水流淌，牛羊最美山岗。我带你去个地方，那里歌声悠扬，人人真诚默默，挂着红彤彤的脸庞。我带你去个地方，蓝天白云映在水中央，星光伴着月光，夜风舞蹈醉在草场。我带你去个地方，
山水江月儿滋呀，金江万只银枪传唱纯洁的信仰。清风拂墨下苍茫，世事乱象，唯有芬芳凝结时间在天却不响。一路遥望与悲哀爱爱绽放，炊烟袅袅，那是送给天堂的衣裳。好听，我还想唱完呢。嗯、可以，对，我们可以来个完整的，我们可以其实可以来完整的，来一段从新疆的朋友，可以可以，这样也行，嗯，好听，嗯。那该我了，我就给大家来一首《小河淌水》吧。好，好，送给大家，那我也来一段哈。可以。好看，好听。谢谢。对了，好听，谢谢光姐，谢谢，好听这个，嗯，真的，谢谢大家，给我们的压轴，嗯，冠军，唐老师，对，冠军，欢迎三十四个，啊，该我了是吧？哦，对，是吗？啊，我还在愣着呢。一会儿拉完，好的，没问题。我来首《悬崖之上》。尽头，你们的重逢该不会等太久。
如黑夜看不到尽头，眼睛会不会伸手？好，弹的也好，天哪，我醉了，我要去当你的粉丝。哦，醉了，谢谢醉了，谢谢，天花、okay. 都是天花板，太棒了。我们也可以互关一下，对，大家互关一下，互关一下。对，我们互关一下。关注了，关注了。好的，嗯，赶紧关注。好听。嗯，大家新年快乐，一路长虹。嗯，好嘞，新年快乐，好，新年快乐，一路长虹。下回再玩。OK。好，我们下次再玩，好。嗯，好的，好，嗯，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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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拜拜，拜拜，啊，这，感谢。弹琴，嗯，小提琴我认识，这个手风琴是头回认识，但小提琴认识，以前有段时间老玩，后来就不老玩了，不老玩主要是我老打不过。那个刘莹也是，刘莹我也看情况，有时候太不好打，就是就不连了。就是你是说那个什么，每个主播不好说，每个主播怎么说直播呀，都是可能起起伏伏的，都有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就跟人家不是一个水平了，就不老玩的了，就过段时间再说。小色不好意思，我又说习话了。燃琴合一，嗯，来我们跳一下那个 Tell me why。 感谢游哥，谢谢你娃，感谢咱们家人们小星星大皮球，谢分哥。笑死了，情人歌都认识是不是？纯才艺角，对，就是有时候大多数连也玩才艺多一些吧，也好像，嗯，就是那种 PK 的，我说不好说，有的能玩，有的是吧，就是才艺吧，反正我觉得，就即使说打比方我赢了的话，也可以让就是别的朋友是吧，别的主播小姐姐呀、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来表演一下，然后这是我歇一会儿，也算是给咱们家是吧，舞会中间，哎你看比如说舞会中间他就多一个有一个弹琴或者来个唱歌，这种穿插，这种我觉得也蛮好的。是这个版的不，情人歌弹琴的人生，不情人歌，我觉得你喜欢的曲子曲风感觉应该是还挺喜欢这种各种乐器的呀，舞蹈呀，这个相关的吧，艺术相关。好的。
我还穿刚刚那个衬衣没好一些吗？随便哥，你有想听的跟好好说哦。跟好好说。To everybody.
小雨，谢谢传奇哥。我刚想了个这个，等我一下，我找个这个曲子，《真情演绎》，喜欢就好。其实我也挺喜欢这种经典的欧美歌曲的，挺适合跳现代或当代。我刚刚说找哪个曲子来着？我想起来了。哎，咱这脑子，稍等一下哦。随便哥，你要有没有什么想点的呀？首席哥，一代宗师还是什么那个？刚穿这个衬衣，突然想起来了，是叫这个。家人们，咏春侯后，守卫哥不点了。守卫哥你回去了没？你信号好点好了没啊？要想听的告诉我哈，随便哥，我想听，随便哥走了，我不知道哎。结束了呢，还有一个点儿。有春侯侯，万物传下。不过我做这个蹲，我好像只可以蹲下去，我起不来。我只可以蹲下去，这腿没有那么有劲儿。那个试试。行，就是我得找个东西垫一下，别一会儿弄个屁摔个屁股都是老疼了。我蹲了。
筋儿了，可是抽筋儿了，腿没有那么有劲儿。好掌好腿，我就是先跳了一下。感谢 UZ 哥的亲吻，可是抽筋儿了。哎，你说是不是武术里边就有这一种蹲啊？叶问蹲，那会有段时间还能挑，好多人有挑战。累死我了，歇会儿。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想点的呀，朋友？叶问蹲失败，没有那么有劲儿。还有啥没啥有劲？胳膊没啥特别有劲儿。现在想又有点累。胳膊也没有那么有劲儿，我记得好像上学时吧，好像就有。然后我们做倒立，然后老师不让下来，就一直不可以下来。然后那胳膊就抖得跟筛子似的，抖抖抖抖抖抖抖，能蹲下去，能蹲下去，起不来，起不来。哎，最长应该能蹲下来，能起来，反正我也不知道，我没，而且好像舞种不一样，好像不太一样。我之前那个什么，好像之前已经认识有那种就是拉丁的那种，他们还没事扎马步呢，我们不扎那玩儿，不扎马步，扎马步粗大腿。扎马步真的有一些运动吧，就是会腿就是容易变粗，就是虽然说跳舞啊就是肯定会长一些肌肉，但是能尽量修长一点还是尽量修长一点更好看一些。后来整的就是老练的那个立点型的跟那个牛蛙腿似的，那不好看了。喘一下，又累了。这两天有点累，不知道咋回事，可能是最近跳舞蛮多的，有一点疲惫。每天我起床，我都有点起不来了。每天早上起来，但我觉得刚刚曲子挺好听的，是不是？一代宗师。噔噔，以前我有跳过，其实以前有跳过的，有一些曲子其实纯音乐的曲子挺不错的，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听起来感觉就很帅。大师来了，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点的呀。没有，哎，我这个都露边上了，都露边上了。设计一个舞林和舞林，其实舞蹈啊，中国古典舞里面有结合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完了，断片了，断片了。中国古典舞里面有结合武术啊，然后包括太极啊什么中。感谢老李同志，谢谢老李同志。你们有想点的没？那今天也没到十万赞。噔噔噔噔噔，感觉到不了了，到不了算了吧，一会儿我要下播子了，一会儿俺要下播子了。家人们还有没有什么想点的喜欢的，
戴眼镜了，戴上咱的小猴眼镜了。哎，来空板呢？明天酒席，我不喝酒，不喝酒就家庭聚会，家庭聚会。明天不播哟，后天播。明天家里有事，有亲戚来聚会子。那谢谢榜榜了哟，谢谢我们玉帝同学，感谢我们玉帝同学的支持比心，谢我们手棋同学，感谢我们手棋同学，辛苦了，不知道手棋同学啥时候回，有空的话等你回去回，好给你跳舞的哦呀。也谢谢我们164同学，感谢我们164同学的支持和陪伴，谢谢。谢谢我们幸存者同学，感谢，辛苦了。幸存者同学，下回有想听的告诉我哈。还有 MA 同学，辛苦了，也是咱们老朋友，都是咱们家，凡是咱们家常来的朋友，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就跟猴猴说，好吧。感谢玉帝同学的亲吻，下播子喽，晚安喽，家人们，后天见，后天见 ，Good night。Good night, yo. Good night, yo. 晚安。